风袖子，你娃终于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们在徐府长老的灵丹阁。哟，醒了。长老好。叶晨谢长老救命之恩。不用谢我，我也不是白救你的。我把你有真火的事情说了。长老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要真火，随时拿去便是。好爽快的小友。不过那要看我能不能降服他了。把你的真火亮出来给我瞧瞧。以我修道多年的阅历，还从未见过金色的真火。走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的真火竟然有灵智。明白了，这真火还得你自己留着，不过倒也不能白帮你。但听长老差遣。帮我炼丹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这就对了。哪里走？是不是比和齐浩对战更强了？短短三日，竟然从凝气六重提升到了八重。这战法，虽仅仅是基本的近身搏杀术，其出手甚快，身法甚妙，难怪师爷能战而赢。对了，既然是风云台对决，师兄若输了呢？就凭你？要你真能做到，听候发落。一言为定。叶晨是不是有点强？到底还是齐浩更胜一筹，毕竟齐浩是实打实的人猿境啊。叶晨正面对抗齐浩，齐浩却主下风，一个灵气境，一个人猿境。只有凝气境吗？Huh?
晋升搏杀玄法。天雷咒，开！天雷咒，他是恒月宗的人。高级灵脉，我这天哪！高级灵脉，那不是可助一个宗门延续几百年了？可还有人加价？这除了一殿三宗和某些世家，谁还出得起？是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哪儿比得了他们呀？高级灵脉两条，两条，两条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人是谁啊？好像从来没见过。这么大口气，不是一眼三宗，就是世家老府。可还有人加价？青衣师兄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恒月宗的预算相差太多了。哼，有钱买可未必有命拿。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没人继续加价了，如此这天际丹便归这位道友所有。